房子按一下吧，有没有从头开始？啊，有没有？它左上角不是有个房子吗？你如果有开任何的档案的话，左上角这里是不是有个房子？好，就从这边按一下，这样就开始了。那它一样有分两种，一个呢就是完全空白的，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又给你范本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你要从空白还是从范本？你们怎么这样？新制组不要想太多，我通常喜欢从空白的。范本你先看一下，是很漂亮啊，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思考这种东西，别人的直接移植过来，有时候我自己觉得，虽然我觉得看一看我可以参考他的那种设计的方式，但是要我直接用他的，我觉得有点困难，因为那不是你的思考逻辑嘛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哦，如果是美工的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但是这一种范本我就不见得会想要直接用，所以我通常就是偷懒，我就会从这边，我就选一个空白的，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类型？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新制图开始吧。好，点进来之后有没有不同的风格可以选？一样有不同风格。那我还是跟你那一句老话，新制图我要的是思考方法，所以这里通常我都不会再选，好，除非我就想要变一个，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就出来了？各位老师应该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，阿亮你认识吗？阿亮不是校长了哈，我是讲那电视里面那阿亮，因为南投有一个阿亮校长。阿亮有没有唱过一首歌《子月》？他就说什么什么中心是个人呢、啊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就好像出题目一样嘛，老师今天接到一个任务，然后呢你接到一个这个课程也好，我是不是就有一个中心主题了？好，今天如果我要讲 Focus Guide， 好，这个主题，那您就会开始思考一下您有什么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上面这里，上面这边我们第一个需要用到的，因为你有主题之后，是不是就会在下面再插入其他想法？好，插入其他想法，所以如果你要增加，你就是按一个 Enter， 或者是音色，键盘上的音色就好了。那这个地方您看一下，好 ，Focus Guide， 好，按一下 Enter， 有没有多一个主题出来了？我通常比较少在这边按右键，因为意思是一样。可是心智图这种软体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很灵活，它很灵活，所以说我通常会稍微简单记一下我比较常用的快速键，哦，你就要按 Enter。好，比如说心智图 Focus 在，各位有想到什么？注册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再按个 Enter， 有没有同一层的？同一层主题出来的，你不用点两下进去，再有选到它直接打就可以了。好，重点是大家最看到的范本有没有很丰富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？你有想到什么事就下去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如果你要再加一个，我就会想到，这个时候我会按键盘上的哪一个？因为我要下一个分支的嘛，我通常都是按键盘上的 TAB table 就跳到下面那一层，就跳到下面那一层。好，所以我在这里，注册，那我们的国际版还有简体版是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两个是不同的。那如果你要特别注解一下的话，我可以把它框起来。你看上面这边有没有一个刮，这个叫什么？刮胡总结，总结一下，哇，可以像这样子啊，它都很灵活哦，都很灵活。那你如果万一数据错了，没有关系，按着它往上拉，哇，我觉得范本要先讲，我就往上拉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这样可以吗？如果你觉得你的那个心智图的类型，你觉得不喜欢这一个的话，可以改哦。可以怎么改？我们给各位看一下，在这边，你点到这个类型有没有？我现在先放大一点，
点到这个类型，按一下，有没有可以直接改？而且它每个节点都可以改，就是你这个下来啊，这个节点我不喜欢这一种的，我就把它换成树状的，有没有马上变树状的？有没有？你就看那个节点，你要套用什么样的这个心智图的样式？它还有像这种时间轴式的，也蛮适合的、啊，水平的啊，时间轴，它还可以变表格，就是每个节点都可以分开，好、哦，都可以分开。那如果呢，你要特别再讲一下说啊，剪底板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还会用这支呢，关联线，你看，我觉得它跟这个主题有一点相关。你就可以把关联线又拉出来，安利我，因为心智图最重要就是要灵活，因为大家的思考是不是都是天马行空的，所以有错或者是要改就要容易嘛。你太过死板，哎，各位老师有没有用过那个 Office 里面有一个叫做插入组织图？看完这个你还敢用吗？组织组起来有够歹用的呢，这个灵活很多，好灵活很多哈，所以这样是不是就 OK 了？那当然颜色啊大小你都可以再改，好，你都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。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插入超连结或插入图片行不行？可以的。如果我觉得，哎，我先来看一下，我想要来这里，好，把这个画面我就抓一下喽哈。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SnippetPage 的吧？有吗？我有跟各位介绍过这个吗？就是安内啊，安内，安内，安内，我有介绍过这个软体给大家吗？啊，如果好的，我就复制起来，我就可以贴到这里面来。比如说我跟这个有关系的话 ，Ctrl 加 V， 有没有就贴进来了？这是抓图的、啊，抓图的那个小软体、啊。哎，如果您对这个有兴趣，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，您可以看这边。有没有数位教材准备跟教学？包括我不小心也用过一二三，有没有？我有教片。这个在这里。刚刚抓图的是这个叫 SnippetPage 的，然后教编好像是放在这个里面。嘿，反正这个滴滴扣扣的物件我剩就这，好，就是找到比较适合我们用的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您这样有没有可以插入图片？对不对？当然你要放在这里，我也不反对啊。你放进来之后，你可以选择放中间，有没有？它的位置可以再稍微微调一下，哦，可以再稍微微调一下，就看你往哪边摆，哦，往哪边摆，这样都 OK 的。嘿，那插入超连结当然也没问题啊。按右键插入，有没有叫超连结？超连结，你这样，哇，甚至你可以插入附件哦，它有附件的功能哦，有一个这里，有没有看到一个附件？您如果看到 Pro 的，就表示它是付费功能哦，付费功能我们就不要用它，就这样子，哎，但是基本的功能其实使用起来就还蛮不错的，哦，就还蛮不错。那有了这些之后。我们刚刚还有讲了哪些，还记得吗？这样马上就考验好像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赶快来偷看一下上课录影片，你看我都有瞎加过。所以我们 PDF 也是很好用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我都是这样偷懒的吗？我有很认真做，但是呢，做好一次之后，剩下的就不用再做，就直接贴过来就好了。所以我录影有认真啦、啊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好，那这边呢，你就看你要移到哪里，反正它那个线，基本上它会跟着你走，哦，就是如果你有调整的时候，它会跟着你走。那万一这个里面你要把它再延伸出来，也就您看我刚刚这边的这个方式哈、哦，我刚在这里的话，您看到下面不是好多吗？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些东西呢，其实是可以延伸的，也就是说。哎，如果我想到这个，这个又可以再延伸很多。可是如果都摆在这边，好像太大了。你可以按右键，插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没有一个新建页面用词主题？所以呢，当我按下去，
有没有以他为中心的？那你要回家按一下，有没有回来？要下去按下去，是不是就进来？但是他都在哪里？都在这里。有没有看到下面多一个？这样也可以。好，当然如果你不一定已经在这里的，你也可以手动从这边新增叫做啊叫做什么？新建页面这个，这样就个别，反正你完全不相干的，反正你就整理资料放进来也可以。这样有没有觉得真的还蛮灵活的？如果你有需要加入顺序的，你可以按右键，它有图标，有没有任务的优先顺序？一是不是有一个小图可以放进来用？也可以。哦，那你在这边就加二三四就一样。这样了解？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哦，什么情形？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方法都是我都紧扣在这个主题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时候我会天外飞来一笔，就是哎，比如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提出一个想法，可能乍看之下跟这些主题好像没什么关系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你就在外面点两下，咚咚，有没有要浮动主题？你可以先把这个想法保留下来啊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就想到刚刚我们讲的，哎，怎么抓图，对不对？怎么样找那些免费图库？萤幕截取，对不对？截取的部分，那这个呢，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延伸哦，它一样可以用，或者你要下一层，有没有这样一样可以下一层？那等到你觉得，嗯。这个我觉得已经成熟了，我就再把它拉进来，有没有就进来了？啊，如果我觉得还不成熟，就拉出去嘛。这样有没有简单？好，那您顺便提一下，如果您要画面像我这样移动的话，我不是按滑鼠左键哦，我是按住滑鼠右键拖曳，在空白的地方有没有？你就可以把画面稍微移过来，因为有时候我这边已经比较多了，我就把它移动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样子在使用上就比较灵活，因为它是一张纸嘛，哦，你就比较灵活方式来制作它，效果就会比较好。脱曳出来之后就是一个浮动主题，进去之后就是进到人家里面，那你也可以放到人家后面，当然也都没问题。所以心智图简单来讲，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些工具而已，哦，就是这些工具把你的思考逻辑思考的这个脉络把它怎么样整理出来。其实常常我都会觉得这些思考的这些思路哦，比我最后呈现结果还重要，因为成果当然是很重要没错，可是我们真正数位化的资料有一个很重要，是要把资料是要能够重复使用，表单你重复使用我是不反对，但是很多东西其实你不会想要再去看它，但是呢，这些我们思考这些过程这些东西，如果你有保留下来，像我现在这个学期去中正又要讲这个主题，我就可以重复用一下，但是我绝对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因为我会有增长啊，我也会有成长，对不对？我就会把我以前整理过的东西，哎，我再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哪些不能用的，或者有哪些新增加的服务，再把它补充进去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算当初你准备的这些东西没有用，以后可不可以拿来用？可以，这个就是跟我们平常做成一般所谓的成果报告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才是你真正你的资产。OK， 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基本的使用老师这样有没有一点概念呢？等一下我再跟老师介绍一下怎么做输出。好，